好，我们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出席委员已经五人，已经达到逐定的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就开始开会啊。好，那本周三跟四是一次会，那我们首先进行报告事项，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上一次的会议记录。立委第九届第二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午9:02至下午12:47，12月1日上午九时至下午5:33。地点本院区间的101会议室，出席委员、中加编委员等14人，列席委员、张立善委员等23人，列席人员11月28日。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林正宇率同有关人员，12月1日，科技部部长杨鸿敦率同有关人员，主席何召集员新存，11月28日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议事确定，讨论事项一。继续处理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主管预算、公务预算结断案两案。二、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预算案决议。一、继续处理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主管预算、公务预算结断案两案，经审查均同意结断，准予动之，提报院会。二、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预算案，全部审查完竣，审查结果如下：一、税入部分第四款财产收入第11项，国立故宫博物院原列1,535,342,000元，除11月16日审查会增列财产孳息权利金5,100万元外，另增列财产孳息租金收入100万元，共计增列5,200万元，改列为1,6734,200元。二、税收部分第二款行政院主管第6项，国立故宫博物院年列11,582,500元，除11月16日审查会已减列第一目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1,000万元，含水电费500万元去科目自行调整外，另减列第五目资讯管理维护300万元，含4G加速行动宽频服务及产业发展计划20万元，去科目自行调整。及第六目安全管理维护之南部院区安全管理维护保全业务相关费用200万元，共计减列1,50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1,3582,500元。本项通过决议55项。三、对委员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二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未定的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12月1日讨论事项：一、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科技部及所属单位预算案；二、继续审查106年度行政法人国家灾害防救中科技中心预算案决议。一、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科技部及所属单位预算案，以部分审查完竣，未及审查部分另定期继续审查，审查结果如下：一、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196项，科技部原列1,514万元，增列赔偿收入一般赔偿收入300万元，改列为1,814万元。第197项，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249,000元照列。第198项，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263万元照列。第199项，南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349,400元照列。第三款规费收入第162项，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原列934,800元，增列行政规费收入296,500元，含审查会园区事业污染防治计划书审查收入307,000元，改列为1,231,300元。第163项，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园内315,000元，增列行政规费收入500,000元，改列为360,500元。第164项，南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712,800元照列。第四款财产收入第216项，科技部原列1,163,900元，增列财产孳息利息收入100万元，改列为1,263,900元。第214项，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900,600,000元照列。第218项，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36,000元照列。第219项，南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
218,000元照列。第七款其他收入第214项科技部研列297,000元增列杂项收入，收回以前年度税出100万元，改列为329,700元。第215项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3,832,700元照列。第216项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317,500元照列。第217项南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983,500元照列。二、税收部分，第24款科技部主管第一项科技部研列497,333,000元，除第六目非营业特种基金定期审查外，减列第一目一般行政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2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及资讯管理2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三目财产法人国家实验研究院发展计划508,800元，含仪器科技发展计划88,000元，其余科目自行调整。第四目财团法人国家同步辐射研究中心发展计划1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共计减列1,058,800元，其余均照列，占改列为496,9,274,500元。本项通过决议76项。第二项，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研列108,764,400元，减列第二目一般行政5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三目园区业务推展300万元，含综合企划投资推广、道路地区理会投资推广、科学园区创新创业场域及服务推动计划，其余科目自行调整，共计减列35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08,414,400元。本项通过决议3项。第三项，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园内6,2647,700元，减列第三目园区业务推展2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其余均照列，改列为6,2464,700元。本项通过决议4项。第四项，南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园列7,9357,100元，减列第三目园区业务推展2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区域自照列，改列为7,9107,100元。本项通过决议3项。二、106年度行政法人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预算案全部审查完竣，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核召集委员现存补充说明，审查结果如下：一、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支，业务收支：一、业务总收入2,414,419,500元照列；二、业务总支出2,928,500元照列；三、短处509万元照列；三、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1,500万元照列。四、资金运用应依据业务收支及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五、通过决议2项。三、对委员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会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待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宣读完毕。好，我们请问各位委员对上一次的议事录有没有任何的异议？好，没有异议，那我们就请议事录来做确定啊。那今天我们的议程是要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行政院原子能科学会以及所属的单位预算。那今天主要是核研所的部分。那我们现在介绍我们在场的委员，首先介绍何新淳委员，好，钟嘉宾委员，苏巧慧委员，张廖万坚委员，李立芬委员，王国书委员，吴思瑶委员，吴志阳委员，好，谢谢。然后我们由谢小新主委所率领的团队，好，谢谢各位。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就再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讨论跟协商，好不好？大家请就协商的位置，谢谢。好，我要出去。我先坐，我也不晓得，他说20分钟会到。
来，我们十二页，我们是要等学生招委过来呢，还是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开始了，开始哈。他去考察完了，应该不会有问题啊。好，那这样一开始的话，我们就开始从这个核能研究所的岁入开始。我们从这一项，我们191序号191到193，好不好？191到193。然后委员有没有任何的意见的？对啊，提案委员有蒋乃馨等、苏巧慧等跟张廖外娟等。好，来，我那个税入哈，我想大家的意见都是认为那个规费哈，规费应该是啊能够增加了哈，因为从103年、104年度的决算数来看哈，大概都超收。那我也去调了资料了哈，对你们的那个服务项目哈，有232项嘛哈，所以应该也是。这个服务的这个也蛮广的啦哈，那国内大概能够做这个像你们这么专业的单位也比较少哈，那你们的金额也从232项里面也从1500收到67000等等啦哈，那这个东西对市场来讲是有专业性哈，那也有一些独特性啦哈，所以应该我在想应该我们是希望说哎你们可以多做一些服务啦哈，我想这个是基于这样子，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前2年度的决算数，所以希望能够增列300万了、啊。那苏委员是360，我的还算少。那在这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我的提案里面有说到哦，就是我们的规费哈，按照我们的那个行政院、你们那个原委会和核能所的收费标准哈，你们101年有修正说3年要检讨一次哈，那现在已经101年的时候有修正过哈，那。现在已经105年，你们是不是会修正？那修正之后是降低还是增加？如果是降低你税入没有增加，那我可以理解；如果是增加规费增加收入，那你税入又没有增加，那我觉得就这个匪夷所思。好，谢谢。谢谢委员，那我们的规费收入我们一定尽力那。想办法达成啊，那个关于我先回应一下委员刚刚提到说我们在101年以后我们有没有在那个检讨？我们有哈，已经报出去了。那因为就是因为我们项目太多，所以在所内啊检讨花的时间哈，我们是在3年之内在检讨，可是检讨花的时间比较多，但现在已经报会了哈。那这个规费有部分的那个增加是有的，那看起来也应该我们应该要配合那个政策能够增加规，我们会尽力。不过我在这边要特别跟委员报告一下，整体在国家的收入上面我们是有增加，不过在规费收入的部分呢，我们可能我们会努力，但是不敢保证明在增加以后我们能不能够达成，是因为我们有一颗合一药物的药做。脑的巴金森是正的，就是我们叫它做 TOLDA1， 这个药已经在去年已经完成了计转，所以我计转以后有计转的收入，但是不会在规费收入里面，对国家收益整体我们是增加的。可是因为那个叫计转了出去，那个药一年的大概那个我们的原来是在我们所里制造的部分呢，我们就不会制造了，所以那个部分就可能会有减收。所以加加减减哈，但是如果委员对我们还是有期许，我们一定努力了哈。但我在那边特别跟委员说明一下，那万一来年哈这个决算的时候我们没有达成，请委员能够体谅。好，我们在场还有蒋乃馨委员，刚刚也到现场。好，所以是不是酌增那个一点点，让我们能够有努力的空间哈？好，乃公有没有意见？刚刚才到哈，那只听到所长刚刚讲的最后，他说他努力去达成嘛，啊对不对？那我的提案是比照103年、104年的决算数，对对不对？对，可以提升这样子。所以，因为我们有计算出去了，所以我们计算出去了以后，对，那你今年来讲的话。如果要增加的话，你可以增加多少？所以我想说，略增个300万，可以，我们尽力达成，好吧？300万？哎，是。这么少？因为我和那个药是一个。你赶快再发展新的嘛？不，我发展新的那个一个药，发展新的到拿到药证，那个10年以上啊，那个。
我们在努力，我们有好几颗药在开发中，但是，我们权利金六千万，哎，我们在去年就已经收了三四千万有了，三四千万已经不，但是那个是计算收入啊，不在规费里面。对国家来讲，我们是整体是增加的。好了，哎，这个这样的话，折中用中间的数字了，用巧慧的360了。好好好好，那毛总统就360，毛总统就360，360好，360。好好，现在我们要营造那个昨天经过一场这样子拉扯之后，今天要营造蓝绿和谐的状况。你看我们乃公，好，请民进党对我们国民党未来好一点，好不好？好，我呼吁360哈，但是我还是要请教所长哈，那么可不可以给我们更清楚的详细的数字哈？你说之前有因为计转嘛，所以原来在去年您这个计转收入列在13900万的多少？是有1000多万，去年列了1000多万，那个收入，哎，对，收入嘛，那今年就没有了嘛，因为计转出去没有1000多万嘛，所以你今年会比去年原定的少了1000多万，那您说这个计转出去有收入，对，编在谁那里？收入在谁那里？是，缴科发基金，缴到科发基金，所以那个科技部那边科发基金会增加，会多一个3000万嘛？对。那你们这样子，我们回去就要看看科技部他多了这3000万，他有没有比去年多啊？科发基金我们啊，对啊，好，那没关系，那就要我们鼓励各部会哈，坦白了啊，让你们知道这个收入哈转到科技部了，因为这个很重要，对外我们要审科技部嘛，对不对？所以一向都是坦白。好好，那你们这样的坦白，让我们在审科技部的时候好好观察他们增列这3000万的收入哈。360哈，所以我们在第一节的部分，我们就增列360万，然后把我们的蒋乃馨委员、张廖万坚委员跟苏巧慧委员的名字都把它列入，都会把它列入哈。好，谢谢。来，我们看194吴思瑶委员。蓝绿和谐，就像你那个增列10万块了，好不好？所以你不处理是吧？来。完全不存，那就照列。好，那我们就照列。好，接下来我们来处理核能研究所税出的部分。我们是不是先来处理？等一下啊，我们先来处理第一，我们来先出来第四项的第一目。所以各位，我们先处理199到208，我们是不是统一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好不好？因为它的完全是属于一般行政的范围。然后我们回过头来之后再来处理195到198，好不好？那只要是199到208的，每一个委员都可以发言。然后请，对，199到208属于第一目第一一般行政的范围。那现在一下就去了多少干？十几干？204到208另外处理啦，好不好？我现在讲，199啊，对，我们先处理199，然后再回过头来除以195。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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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陈学生还没来，陈学生还没来就跳过了啦，就照列了啦。好了，那万坚啦，万一立分。我这个部分是那个国内组织会费，那是因为之前看到你们如果参加一些组织要缴会费，那些组织的名称都会出来，可是就是这个20000块没有写出来啦。那后来你们有同仁来跟我解释，所以我已经知道是哪个团体了，所以我就照列，我就不会减了。谢谢。谢谢。一边照列，对，好。那我就先把这个意见表达出来了，就是204到208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奖补助的部分嘛。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就原例就是用一个通案来处理的方式？好，这样我们的范围可以再少一点了。嗯，谢谢。就可以聚焦，可以聚焦在2022、2023看黄国书意见的。然后其他委员没意见。好了，志扬。麦克风。等黄国书委员讲完再给志扬。好，我就讲这个文康活动了。文康活动其实就是办尾牙餐会嘛，是吧？不是。那是什么？春酒了。大概有办亲子所庆入跑，还有亲子活动这些的。哦，看起来是啦。对，
都是按照那个规定办的艺文康乐活动。对，好好，那可不可以书面报告？好，好，谢谢，好不好？好好，然后再来特别费哦，特别费，所长，你的特别费比别的单位高哎。哇，这才知道。为什么？报告委员，因为那个所长他是利害关系人，所以容许我帮他说明一下哈、哦。好好好好好好好，那等一下，我要问一下，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有来吗？有。好，你的特别费多少？什么5000块特别费？一年啦、啊，就4800×12。一个4800，就6万，不到6万，不到6万了。那个政扶正中心一样，辐射政策中心也是一样嘛。那为什么我们所长报告14万了？为什么他比较高？第一个是官职等不一样，他那个所长是13职等，那另外两位首长他是12职等。那第二个就是说他们机关这个员额编制大小也不一样，而他的预算规模也不一样。那我们那个核研所它核能所那个它的预算员额有912人，那另外两个单位它大概都不到50个人编制员额哦。那核研所它的年度预算是20亿，那另外两个单位分别是7000多万跟8000多万，说它的整个规模跟员额编制大小都不一样。好，好，感谢你的说明。好，这个我同意哈。那我觉得是职等，这个职等比较高，这个有道理了。好、哦，如果按照人数的话，那你这样也变太少了。对，行政院规定啊。好了，好好好，那我了解了。好，这样委员，我的是207啊，算这个大概是一往例。是应该是这个统筹处理哦，但我想了解，因为这个有4个提案哦，前面3个我们大概写的都一样，168哈，那这中间有私窑的是140，是我们140万，我们三个是168，你是140，好，我比较想知道说大概这样子的东西是会怎么处理，然后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扣除法。他们因为我们其他就是讲那个是多少人啊，560人，每人3000嘛，就算得很清楚。对。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考量？你的208案。The reasoning 上面有什么不一样哈？报告委员，我可以说明一下吗？OK， 我们是这样子啊、哦，照那个政府的现在通盘的规定是6000是给比较低收入的退休人员啊、哦，那所以我们所以前是因为人数非常非常的多啊、哦，好几百人，所以那所里面的预算比较就编的是一个人只编3000，不是编6000，啊、哦，当时是6000以下是可以编，那这一次既然是大家照顾弱势。哦，所以那我们就是建议，就是说只给90人，的6000啊、哦，只有90人的6000。那所以相对的话，我们在这边也请求委员能够同意，我们比照其他的部会编这个弱势6000。那这样的话是3×141万，大跟吴委员就是吴委员的那个提议。简略。对啊，这就我算的就是符合核实的一个比例嘛，大概140万，我都算好了。怎么算的？这样掰直一算就好了。是不是大家就反正这通案处理的嘛？对啊，通案处理啦。这个我掰一下的时候，你们也要尊重我啊。好好好，我掰很久了，彼此尊重一下。好，来我们这个部分里面哈，我们现在处理一下，就是有关于黄国书委员所提到的文刊活动费，还有。包括我们从205到208这个部分，就是属于我们统筛的范围，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暂不处理，就是用统筛的部分。那有关于199到203的这个部分，目前为止是国书委员那一部分是属于是书面报告，然后暂时冻结嘛，对不对？哎，对。对，那其他的部分呢？各位，
其他的部分1992、1992、2001，赵玉、赵烈是不是有没有意见？等一下吧，我的也有提耶。你有提好，可以啊，可以啊，来。我问一下了哈，那个104年度，我们现在的预算永远都减少嘛哈，104、105哦，从104年度的预算永远是925，那后来变837，105年度呢也是一直在减少嘛哈，你们的实际永远在减少，那实际怎么？那个那你们的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费怎么都还在增加？啊，没有跟着这个人员的比例，这是一项。Okay， 是。第二个就是说。本来我想你们因为政策的关系，所以你们现在原额一直都没有在补嘛，哈。那现在就来了，现在又多一个核灾食品的，大家想说，因为日本的关系，所以有一些核灾食品需要去检验。那你们人员如果这样继续减少的话，那你们的这个工作怎么样配合整个政策？如果将来有需要增加的话，你们怎么处理？那所以我才会提到这个问题的，就是说是不是能够做一个说明？是，跟委员说明一下啊。那这个那个是预算原额的部分，我们的确是配合行政院有最近有还有统删了又删了9个原额，可是我们的实际原额哈，在过去104年是838人。哦，那105年是873人，106年的预估啊，就是高普考分发进来以后会增加到881人，所以我们是实际人额原额哈，是逐年在上升，增加是，那个是法定的预算原额，编制的那个预算原额，那这个是我们的那实际的原额是在上升中。那再一个的话，因为我们所哈那个委员礼拜一没有到我们那边来给我们指导一下，我们那边有50公顷的地。100多栋的管舍，所以这种行政维持费哈不会受的原额少几个人哈，那有所变动，所以希望委员能够支持。好，还有没有谁有意见？好，那我们乃公。1992按学生没来，可是我是联署人哈，所以我还是帮他问一下哈，免得他过去了。这个有关仪器闲置的问题和仪器采购的问题哈，这个被纠正的问题哈，你们现在怎么处理？报委员，我们已经完全回应完毕，那个审计部那边也都接受了我们的回应，那些所谓的闲置的确有一些很老旧了，在法定上面是可以报废的，可是我们所里面蛮节省的，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未来的研发计划里面还能够再活用它。所以你说我们都在处理，你已经报给审计部，完全处理完，审计部也接受了。你把那个报好，我们把报告给委员，跟审计部接受的公文。OK， 好吧。好，那个我们回去给把报告交给我。跟那个审计部报的那些公文什么都交给委员。好，要给陈委员。对，好，那个，好了好，解释完毕了。好，各位，那我们这个部分要简列多少？我们要提醒一下，我们的一般行政都还没有任何的简列啊，发挥一下监督功能。来，大家认为，对不起，我能不能在那个？没关系，委员目前为止都 OK。来，我们现在是不是冻结的部分能不能少动一点？你们自己讲。文康费，你们原额编，你们现在预算编没有了，现在统算了，不是文，2022，2022，没有冻结，不冻结，2022不冻结啊。所长，你们现在，所长，你书面给的，所长，你们预算的人员编了多少？预算是912，912。你刚刚说今年最多用到88几啊？对，现在是88。对啊。那就拿掉10个人就好了，你到时候还不是缴库，你用不到那么多人还不是缴库。哦，不，我们是月考试分发，他会对啊，刚刚考试分发你知道880几个，你现在编的是900多个啊。106还会再有增加进来。对，会多少？高考二级预计在1月份还会有16个的。16个，880几加上16个也没有达到912个。其他还有一些我们是对外公开征，还有那个商可以商调的。那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912个保证全部用完哈，不然的话呢，我就追查责任哦。那冻结部分好吗？那你们自己去掉几个就好了吗？
冻结部分，好不好？你保证要用到啊？不不，我们冻结部分，因为不可能百分之百。你保证？我多一嘛，您知道，所以我都知道嘛。哎、我跟你讲，要预算编列的严格跟实际内容中间是有一个这个差的嘛，人事费啊，那个到最后每年我知道，我了解，执行率就在这个上面，对对对，都会只有80%-90%不到嘛，对，剩下的那个10%就缴库了嘛。是对不对？你们也不能挪用，不能挪用，人事费不能挪用，所以不能。对对，所以既然不能挪用的话，为什么不让我们删呢？不删了以后，委员我们回复不了，那万一的我们到时候人要增加了，先冻结，不能删。马处长，107年还是可以用，不行不行。马处长，行政院是用立法院先冻结一下，给我们编，删掉我们就不能再恢复了。哎，所以冻结这样子吗？你就先冻结，行政院完全尊重大院的、哎，你就先冻结。跟我们现在删了以后，我们就不能再中央跟地方不一样啊。删了就地方的话都可以调啊。先冻结、哎，有啊，我们以前在我们绝对不，我们以前都有、啊。这个我可以叫委员，我不会骗委员。哎，马处长，先冻结一些吧。你看，你看，不能。这个是几个萝卜几个坑？对，人事费到时候发不出来，就能花多少钱呢、啊？你考这个你呢？不，委员同意不？解了，你在搞？哎呀，不用。跟变主委搞不懂。委员帮忙。OK 的啦，已经 OK 的啦。好了。对啊。好。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里面，是不是我们一般行政，因为有张六委员讲简历的70万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是不是啊？保障。减个50万。50万下。哎，这个一般行政这么多，你要减个50万，这像话吗？因为他大部分都是人事，没意见，志扬没意见，他大部分都是人事。我们要把简历，前面一起来做处理，是不是？前面那个设备跟投资，我们对，所以我们到时候一并来看这边要简历多少吧。我想还是多少，还是得需要做一些简历了，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处理可以。OK， 好，那我们就先暂时保留，我们看到时候再回过来看要简历多少。来，我们看下第二，来是。我跟乃公在讨论一个事，我只要确认一下，中央机关在你们原能会核研所里头，退休人员有没有文康活动费？没有，长期以来都没有吗？没有，好，那就好，我们确认一下。没有，我们的文康费就是我们自己所里面现职的人员。安静在里面。哎，书面报告了，快点，康哥对。没有，我们没。好，来，好，我们现在目前这个要简列多少，我们暂时保留。我们现在看第二幕，然后呢，209我们暂时先保留哈，因为是有关整体的计划管理与设施维护。我们先来看210到213，蒋乃馨委员、黄国书委员，我们先看210到213。我这个案子是全数冻结了哈，那为什么要冻结哈？就是第一个就是核电厂除役的问题，啊，那说实在的，核一厂、核二厂先，哎，核一厂、核二厂现在差不多就除役了，几乎就等于除役了嘛，一个到11月底就不动了嘛，一个机组，另外一个机组呢，这个也没有准备要动嘛。那核一厂是到明年4月15号，这个燃料棒也用完了，也不能替换了嘛。那后面的除役的计划要怎么处理啊？又不能把燃料棒摆在炉体里面呢、啊？所以你们原能会针对这个问题，你们到底有没有跟台电去沟通、去了解怎么来处理、怎么来破局这个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日本核灾食品如果再来进来，那天。我们昨天去看了以后，确实是人手是应该要增加才对啊。我们也没什么样的计划，所以我当时提是全数冻结。当然，我这提全数冻结，并不是真的全数冻结的，哦。可是你们的计划、你们的规划要提出来啊。那个鲍委员先跟委员说明一下，我们这一笔预算是用在哪里？这笔预算就是用在我们核能研究所里面的。相关的核物料的核子保房，那个是 IAEA 原子能总署，国际原子能总署每一年到我们那边不预期或者是不预警的这种稽查，那是我们要替他出相关的出差费，这是国际上的规范的。第二个最大宗的是我们全所啊900多个同仁啊编制内的同仁他们的
健检费体检，那是法律规定的啊，核能体检的体检费用。再来一个是我们同仁有100多万是我们的同仁啊，派年轻的同仁，我们派到国外的相关实验室去实习的实习费用。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全所治安的相关的硬体和软体的费用，所以跟核能电厂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原能那个我们原能所员工的体检很重要，我知道嘛。可是全国民众的身体健康也是很重要嘛。我知道，可是我们跟核能电厂除这个经费跟核能电厂除以没有关系。你们哪一笔经费跟有关系？哦，对对。刚才行政的那个跟核能电厂有关，我们的确我们有在帮台电公司的核一厂、核二厂去做一下，怎么会没有呢？去做他们的厨艺的规划。你的税入有些税入里面去，没有在税入里面，那个是代收代收，没有在税入里面。啊，这个请委员体谅这一点。你如果是那个冻结的话，万一一月份讲白一点，万一一月份 IEA 的人来视察，我们连他的钱都国际上的钱都付不出来了，所以请委员体谅。我们同仁要体检。我知道，所以我刚刚讲，我刚刚讲的这个是全数冻结，这是我写的。我们提说明我们的预算。可是，我要一个专案报告。好，是。我不冻结你的预算，可是我要一个专案报告。是。这原能会要专一个专案报告，好不好？原能会专案报告，针对厨艺核电厨艺的问题。原物料那个核废料怎么去处理的问题，以及日本核灾食品啊要进来人数，如果要进来的话，我们的人的问题，好不好？好，所以你这笔预算我不冻结你的嘛，可是我希望原能会没关系，没关系，到我们会针对这个要做一个报告，好吧？好，那有关于蒋委员的部分，核能所听到了啊，有关于核灾食品，还有我们原能会都要给蒋委员一个专案报告。我想应该会。好，对，继续啊，那继续就是我讲了。好，麦克风在你手上，你不讲。好，接下来啊，211啊，这个教育训练费哈，教育训练费其实是这样了，它是出国实习。不是很多，但是我们来看看我们出国实习什么东西哈。104年出国实习的计划总共有5项，其实我们如果看到你们的说明会觉得哇，这个好太重要了。今年啊要实习的5个项目，先进放射影像核心技术研习看起来很重要，标靶药物与分子影像研发技术实习，这个也很重要，赴欧美亚澳研究机构研习生殖精炼制程技术，看起来这个都很重要了哈。好，问题是104年的决算哦，104年出国实习计划，我刚念的那些有5项哈，其中3项计划变更，2项取消。我刚讲的那些都写好玩的，怎么没有1项做到啊？就没有1项做到啊？那这个要不要检讨？我认为要检讨。坦白说，哦，谢主委，我认为过去我们在所谓的出国实习教育训练，我们啊办得太。是办得太宽松了，就是说这个执行这个计划太不严谨了，项目内容计划写得太漂亮了，真的谁会有意见，怎么可能会有意见，但是实施的结果全部都不是这个样子嘛。好，结果决算看3项取消，3项变更，2项取消，完全都不符合。好，那今年预算又来了，我来看你们的计划啊，就看起来也写得很漂亮了，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会真的做到，所以我觉得为了要让我们核能所哈这边能不能很严谨的来执行这个业务，所以我提案哈，可不可以350动100？好，那好，所长你说明哈。跟委员说明一下哈，那个我们的那个几项调整的那3项哈，所以计划变更哈，跟委员
报告，那个其实是因为在我们规划的时候是一年半以前，那跟国外的谈判啊，到人家实验室时，人家不一定能够完全的配合，所以我们有这三个计划是贴没有变更计划的主要的工作方向和实习的地点，而是天数的调整哦，因为人家那边实验室只答应让我们去那边实习的天数可能有缩减啊，那做了这个天数调整，所以这个部分呢、啊，这个不能算是计划没有达成，那有取消了两项，其中有一项是因为我们配合我们的研发整体所里面哈、啊，看到我们在风机上面有更急需，因为离岸风机是国家的重大政策，那我们的这个部分呢，我们觉得跟东京大学那边有更好的一个机会，发现了我们就赶快调整，我们在内部做了调整，优先给了风机的那边去东京大学去做相关的这个实习，哎，那所以那个是我们那的确是我才是的在内部做调，因为我有那个选择，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更优先，对于那个我们的研发哈更急需。那的确有一项取消，那一项取消你说离岸，你说那个离岸风电结构那个东西，对对对对，那你明年也有啊？是啊，但是那个实习，我们年轻的同仁，我们需要好几，那个结构的问题在台海、台湾海峡这边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地震，所以我们在跟为什么要到日本到东京大学？对，我了解，我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你现在明年编的这个预算跟这个实习的项目，对，明年是不是会照这样子做？我们一定尽量，因为这个都事先。在谈哈，一直谈判，人家也不见得一定百分之百那个人家的机构到那边去，在人家那边待那么长。那你说可以减多少？因为这个是再跟委员报告，我们已经很希望我们年轻最近进来的，我今年高普考进来的就有八九十个人，那这么多年轻的同仁，我们希望未来都能够有机会，尽量的给他们有出国实习的机会。那所以这种我们已经觉得员额太少了。是不是委员在这部分能够冻结给我要我们写提报告，我们加强在这个方面的管制和这个部分，好不好？好，那冻一百，好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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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简列，谢谢，好就照列了。好，好谢谢。那冻一百，那你们写书面报告。好，是。然后再来哈，你们参加那个核能所参加国际组织跟国内组织哈。是。原能会也参加嘛？核能所也参加了哈。他也这个有一些重复了，那可能有一些单位是会重复的嘛哈。但是我看了你们和核研所哈、哦、参加的协会啊，我都不知道跟核研所是不是有业务上的必要的关系了。比如说，你们也参加桃园县的药师工会，你们也参加桃园县的护理师护士工会，也参加台湾的护理学会。哦，那参加的原因、理由啊、哦，跟业务的往来是什么？你们是会员哦，你们是台湾护理学会的会员哦。好，这等一下说明。好，好、哦，然后你们还是中华民国图书馆学会的会员，还有啊、你们也参加了财团法人全国认证基金会。你们是会员，你们参加非常非常多的，就看不出来你们跟这一个协会或这个单位它的业务上的必要的关系是什么。然后这个全国认证基金会里头，你们还参加了两个，也还参加一个什么小型风力机设计，这个应该可以，但是你没有去参加了一个，就重复参加了非常多的。那原能会也参加，是不是这个你们来说明一下？好，你们也参加了成功大学医材联盟。那为什么只参加成功大学的呢？所以这个都有问题啦，好、哦，所以你们参加了那些协会是怎么样？让来改天就领导来参加啊，是安那？啊，这个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是一个研究单位，当然是依照我们研究的项目跟大家配合哈为主。像那个认证基金会啊，那个刚刚委员也提到中小型风机哈、啊，我们所中国家的中小型风机的这个标准。其实是核研所跟标检局，为主力建制起来的，所以我们参加这个，刚刚委员也认同哈、哦，这个没有问题。其实核研所还有很多跟标检局有工作相关性的，比如说我们所里面有一个国家的游离辐射标准的实验室，就是国家的游离辐射的标准就由经济部委托建制设在核能研究所里面，
哦，那个是国家的这个标准，所以我们跟国家的标准有非常密切的这个关系和互动。那我们所也是国家核能级产品认证的实验室。那你们还参加护士工会、啊？护士工会是这样子，我们所里面哈、啊，因为人数众多，在劳基法的规定里面，我们所里面必须要聘护士，必须要聘护士。我们所里有护士，哦，这是根据劳基法的规定。那你们也参加经济部标准检验局？标准检验局我刚刚有报告，标准检验局跟我们就是国家的标准之一，游离辐射的标准就是。你们好了，你们重新再去检讨。好，我们每一项为什么参加，我们都会给委员一个书面报告，好不好？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去调整了，好，每一年要缴那些会费哈，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是不必要的哈。我会检讨，其实这个调整一下好不好？这个钱我们一定在检讨，因为实际上不够，把所有的这些缴会费都不够了。那个这个钱，我建议这样子了，好，我这里跟你们减列十万了，我同意十万让你们去调整了，好不好？好，好不好？所以减列25000了，好，好不好？好，你们去调整，好好。何委员，谢谢我支持国书委员说这个费用啊预算啊要去检讨了哈，要调整哦。但是我另外哈，因为刚刚这个所长有讲到哈，我们既然在游离辐射这个标准值里面，你们有跟那个标检局有合作哦，有跟经济部有合作，那。同样的哦，有两件事情，我也希望你给我一个书面报告。第一件事情是在你们对，因为在你们的预算说明里面，你们跟那个 TAF 有合作关系。那你们既然跟 TAF 有合作关系，那事实上是不是应该帮忙 TAF 去，应该怎么讲？去关照到全台湾的这些实验室的一个认证实验室里面有关辐射标准、辐射这个游离辐射标准值，他们认证的过程的精确度。我们会反映这件事情。你会反映这件事情、哦、因为我印象中哈、哦，从我得到的资料里面，全台湾TF 认证的实验室可以做所谓的游离辐射标准的一个认证的实验室不多。好，这第一个哈，四家而已嘛，我印象中不多了啊。那这四家他们所做出来的一个认证的一个准确度，还有他们的正确性啊，这个我想这是你们做得到的啊，可以帮忙 TF， 因为 TF 只是一个认证的过程，可事实上的学术技术的和设备的资源过程是你们啊，这我的认知啊，这第一个啊，请你给我书面报告。好，第二个，这延伸出来，既然我们可以做到游离辐射标准值，我们很多委员不分党派都在讲有关这个食品上有没有辐射值。这个东西我记得在询答的时候，很多委员要求你们要跟卫福部合作，或者卫福部要委托你们，那委托你们了之后，这些书面报告详细一份给我们、哦、你们要怎么样进行，再来你们在进行的过程里面，我们市面上全台湾的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认证的实验室还是那四家吗？还是更多啊、你书面报告给我、哦、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体系你要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实案的问题、哦、那而且是跟你们专业有关系，所以一直鼓励你们，你们的学术研究的能量成果跟你们的技术设备应该要在应用层面去支援国内的各个机关各个相关的领域，好不 好？谢谢、谢谢委员。 我们都有在国内办相关的盲样测试的比对，这个就是大家来盲样测试比对，我们会把报告送过来。OK， 好。210-213是照黄国树委员的，减列25000。国内组织会的，对吧？好，减列25000，然后还有何兴成委员要提那个书面报告嘛，对吧 ？OK， 好。好，科目自行调整。好，我们下一个是214。哪个？那个我。那没有，那没有处理了，那没处理了，都不处理了。来，214、215。对。来，柯委员。
好，我有关于这个部分里面哈，我想那个原能会给我一些原因了，因为我当初动的原因，我想谢谢原能会，因为我本来就想说对你们 MW 级高聚光太阳发电系统有关于你们这样的一个绩效，我觉得是成效不彰，所以我用冻结的方法向你们提供一些改善的措施啊。那你们给我了一些的说明，而且好像表示说这个陆竹关于这个绿能要是发展的不是很好，你们也会有这个所谓的退场机制嘛？那为什么我这边觉得还是可以在有一些动的缘故，就是因为行政院过去才在最近拍板有500亿的这样子，要在你们的沙仑创造这个科学城，而且行政院也表示哦，全国任何只要有合适的地方都有绿能发展的机会哦。那这个陆竹示范场目前成效不彰哦，那我现在只是需要说，我想我可能还会是冻结一些，最主要是希望你们能够提供说跟沙仑绿能科学城的这个计划，你们是否可以做出一个整合，给我这样的一个报告。所以我不晓得张廖的委员是什么，但是我个人认为说我可以不用冻结800万，但是我想我冻结300万来希望你们给我一下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大家我还跟张廖委员在彼此在 combine。 好，我想针对同样柯委员讲的，就是说我们了解那个有关那个陆竹，你们是不是确定已经有那个退场机制？因为我看那个106年度你们编的预算里面，你们的收入技术服务收入是100万，售电收入是134万，那收入只有234万，可是呢支出光土地租金就245万，然后另外就是保全的住警165万，清洁175万，这种维护哈，维护好像只是因为以前做了然后留下来，现在维护，那你没有退场机制，这个入不敷出，每年编这样其实是一个浪费了。Okay. 就是说还有就是说第二点就是说刚才柯委员也提到，就我们现在政府一直在提倡这个绿能，包括太阳光电，那好几个单位都在做，那你们核研所在转型在做这个东西也大概是国家希望政策上希望，可是你们的横向联系够不够，就是说跟他们之间的这个配合哈，还有你们之前花了那么多钱在做，那现在有一些的这个那个审计部曾经对这个预算审也提出说，好像很多计划都没有达到原来的目标啊。那你们，我就针对这两个问题啦，所以我也提出冻结，但我冻结是只有100万，希望你们跟我们说明之后，怎么样子能够有更积极的一个目标达成率哈，或者说跟横向联系能够真的做，能够配合哈，不然。经济部做经济部，你们做你们的，然后那个预算那个都那么多，都是绿能科技，当然这个有点浪费啊。是，我那个，哎，我觉得你就用书面报告。好，冻结多少？都可以了，200哈，啊，举重兼职啊，200，好，是，好，冻结，我们提书面报告，好。好，冻结200，包括你那个退场机制要说明。好，包括退场机制。好，冻结200，然后提书面。那我们这一幕209，那就总共就冻200好了，就计划管理与设施维护，好不好？哦，冻200嘛，因为刚刚已经冻200加书面嘛，好不好？哦 ，OK， 好。那第二幕处理完了，然后接下来第三幕，哎。我真的。好，这个我们议事人员建议是216到223一起处理，对。216、223。好，来，那就广泛发言吧。来，和张廖委员是。张廖委员，哎，我的218是针对那个核能科技研发计划里面的物品了哈，我想里面大概也提案也说了哈，就是说，你们的这个。预算虽然给你们了，但是你们每年也有都还有结余数了，我是看那个结余数，你们104年度去年的都还有剩356了，所以基于希望你们能够节省，那我是减列200这样，谢谢。这边我是不是可以先回应一下包委员，那个我们好几亿的预算里面，我们那个标语款，那个大概是占标语款的只有 0.5%， 就是这个缴库的，所以我们是已经尽量用到不要那个能够保留预算那个缴库，但是最后 0.5% 没有用掉，这个请我们今年还会继续努力，我们尽量在这边是肯委员这个能够不要减列，那让我们多一点空间。来，吴志阳委员，来麦克风传一下，麻烦。啊，主席
各位，我是219案啊，永续能源技术与策略发展应用计划。这个大概跟我们前天看的那些那个绿能都有关系啊。我们其实非常肯定你们的用心啊，但是有几个问题在这里面啊。第一个就是，我还是觉得说我们核研所做这些事情，到底跟在国家的政策里面是什么任务啊？跟经济部能源局，刚好我看巧慧好像有类似的哈，跟经济部能源局的分工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跟科技部的那个沙轮绿能城，哈，这个就是这个几个这个预算刚好都在我们教育文化委员会。我们希望说这个之间大家到底在各扮演什么角色？好，有没有重复？啊，那这个是一个大家都想知道的事情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有问那个主委好几次了哈。虽然你说这个不是你的职能啦，不过我就说核能如果2025年的非核家园要达成，那现在他那个16%，到底我们怎么样在2025年前把它用这个干净的 clean energy 把它 cover 过去啊，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没有，就是我们一直给你们这些计划，一直做，那到底你们能够在这方面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还有一个是比较技术上，但是我们也很担心，在审查预算必须要看清楚，就是说你这个2亿5000多万，总共里面有8个子计划。好，这8个子计划里面，我看到，当然说实在，这个都很专门啊，我们不是见得很懂哦。可是我觉得你们在这些计划里面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些都是中长期的计划，好，可是你们，我们有在追踪你们的预算书哈，你每年的预算书说这个计划到底是3年的、4年的、5年的，每次讲的都不一样。好啊，每次讲的不一样，所以然后有的计划又从105年才蹦出来的，比如说这个什么智慧热管余热啊，然后是不是又从哪一个计划里面的分出来的？所以你们这几个计划到底是几年计划，一直在变，然后呢，这中间的内容是不是有做什么整并啊，或者是拆开来？这中间实在是我觉得我们看得一头乌煞煞。啊，所以感觉上好像你们要怎么编，我们都因为我们不是那么懂，好像都得过去。还有一个哈，就是你这个如果说你是以107为截止的话，啊，今年是第二年，你说在预算书里面你留了6亿多是第三年，107年要执行的，是不是？好，那可是你的计划书里面。是写第三年的是3亿4596万，就是说你自己在那边这个年这几个计划在那边整并的时候，你自己很多数字也都不起来耶。啊，我觉得这个真的蛮严重的，不是说不给你，是说其实你这个讲得不清不楚耶。好，就说一个很几年计划，几年计划，然后每一年讲说这是几年计划的时候，其实期数是不一样的。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是很难给你信任这一笔预算啊。那请说明一下好不好？因为那个主席，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好，牵涉到预算编列是不是清楚？还有一个就是跟那个能源局哈、啊、沙轮绿能城这个关系，有关那个有关政策的部分的，我想我先回答好了，好不好？好好。有关详细的部分，那个马所长回复。那原能会核能研究所哈、啊，坦白讲是国内最早一个踏入太阳光电的一个真正的做研发单位。不能适应啊，这是第一个啊，这个在民国六十几年。民国62年63年他就开始有在做，这是我很清楚。台湾那时候都没有，那时候台湾只有 solar heating， 就是太阳热能，还没有太阳光能。OK， 从清大的材料所的一个教授哈，我现在一直啊，就开始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能源局的他能够做什么？能源局他主要目的是规划 ，OK， 所以说他没有实际的研究执行的机构，他没有，所以他放计划给学界，他放计划给工研院，他放计划给。核能研究所啊，所以说他没有，他只能做规划。那现在目前呢，新政府现在目前在沙轮这个光城呢，就是准备要做一个执行，而且是一个示范基地。OK，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他把所有的有关绿能相关的这几个能够
符合适合南部各方面，他把它放在那那一块。好，那现在又会讲又讲来，所以说基本上他们的都有分工啊，基本上他们都有分工。你我不能啊，我不能否认说他中间一定有一些 overlap， 那是一定会有。但是基本上呢，他们做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啊，都不太一样。所以说，但是基本上都是 follow 现在目前的 niche 的利基是做下去的。所以说这是这一块的部分，我想要说明的。好，那至于刚才您所提到的那个，我追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好不好？哈，就是说你觉得现在在沙仑这个绿能城想要做的事情，你们自己到底做得起来做不起来？因为你们那有50公顷呢，那这个问题哦，我只能讲哈，因为这个就跟我现在目前的这个哈，我这个我就不，我只能讲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核能研究所基本上有一些要过去，那基本上他们已经有一定的基础，那坦白讲是可以在那边可以有发挥的啊，事实上是可以发挥的，啊，所以我讲这一块。另外呢，刚才您提到这个所谓的过有关那个将来这个。16%这个核能发电，这个将来这个绿能是不是能？那基本上这个是一个目标嘛，这是个 goal，OK、okay。那至于呢，中间到有什么其他的状况，坦白讲，坦白说哈，创能、节能、储能这三个通通都在做，绿能只是其中创能的一部分，啊，绿能只是创能的一部分，或是节能的一部分。那这里面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储能的，所以说这个是全方位，到后来要全部到位。那2025非核家园。所讲的我还是要强调，那就是核三厂基本上呢两个机组呢到时候呢到时间它停役，换句话说它下档，啊，我认为核能研究所哈，你要问我实际的哈，好，我现在就我这人做什么能够讲我就讲，基本上我相信他们在风能这一块啊，小型风中小型风机这一块啊，就是陆上的风机这一部分，不是 offshore，OK，okay， 是陆上的这个中小型风机这一部分，他们一定会有他们的 contribution， 这是 definite。另外呢，他们在 SOF 基准、固态氧化物燃料电池这一部分，那也绝对没有问题，因为这两个他们都 take lead 在台湾，啊，这个点我想，包含我们现在目前要 build up 的一个国家队。国家团队，我相信都有跟他们讨论过的，啊，所以这一块，所以说这就是那天我们就给你们，另外还有一个。那就是智慧型电网，这一块能够推出去的话，将来在所有的这些 energy management， 就能源管理这一部分呢，应该会有实际的很好的效果。好，来，新存来，新存先说。哎，对不起，国叔，我先讲。因为黄文主席讲太多，休息一下。因为主委讲到智慧电网哦，那刚刚吴委员在关心这个整个再生能源的问题哦，那我第一个我先说明，我还是主张哦，核能研究所该赶快主改去经济部能源局。那边就赶快去经济部，哈，跟能，他到经济部能源局是跟你们是平行单位嘛？但是一个是学术研究，一个是学术研究，哦，去支援的一个政策规划，哈，比较人工在个部内了哈。那能源局他当然是行政单位，他要执行经济部给赋予他的一些任务了哦。那但是你们是相辅相成的哦，所以第一个你赶快过去，我们应该要努力让你们赶快过去哦，因为在核能研究所里面，我们看到除了核能安全的相关，包括核电厂的除役以外，大部分。都是跟再生能源，还有跟那个应用层面的这些，包括你们一直在告诉我说，你们在医材、医疗或什么什么，其实做的很多了啊、哦。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要参加什么医学学会啦，跟一些那个医学院合作了啊、哦。第二个啊、哦，刚刚因为主委讲到这个。既然核能研究所有那么多是关于再生能源啊、尤其刚刚主委讲到风力啦，或是其他的一些发电。再生的 clean energy 哦的技术研究，那我觉得这个在应用层面上，怎么跟其他的政府单位，尤其是台电合作 ，push 台电去采用你们的技术，或者是参酌你们的技术，或者是寻求你们的技术资源，就很重要。我为什么讲到这个？因为我一直很生气台电的智慧电网，从以前。政府到现在新政府在这建制的过程里面，好像规不
跟完全没有啦，完全没有办法，因为他是委外啦，我就不要再讲那个委外的单位了啦，被我骂死了哈，他根本是为了不想推而不推啦，所以他的建设很慢哦，那从号称要百万户，事实上一万户，结果一万户还在人工抄表，也不是所谓的智慧电网，那光是一个很 low 的很低阶的一个传讯的一个技术，他委外的单位又解决不了，哇，我一世人我都想不通，想来我们台湾号称这个所谓的通讯智慧通讯科技大国，既然连一个这么 low 的一个传讯的一个讯息的功能的一个建制都完全没有办法克服，所以呢对我个人的解读是他就是刻意不为啦，一点都不爱吵嘛。那现在新政府上来，好吧，从一万户要把它改进、改善。那现在说设定是十万户，那在这十万户里面，台电要去做，那他们现在用的是什么样的系统、什么样的技术？你们既然已经有一个示范场域，你们的学术研究还有你们的技术也都很成熟了，台电有来问过你吗？公摊没喂？这个部分因为在国家分公司，你先回答我，台电有没有来问过你嘛？AMI 就是那个智慧电表的部分没有来问过，电表没有，电网的他们有，电网有来跟你们讲，那电网他们有请我们，他们有委托计划给我们，请我们帮他规划，看在国内有哪一些地方可以优先建置微电网。就是我们的智慧电网的部分，就是有哪些地方可以是先做所谓的微电网，对不对？他会请我们去做规划。这个部分你好好说明资料，是，因为你们的智慧电网跟微电网，我建议所长你讲一下，我们那天去看的时候，有两个地方你们做的不错的那个微电网的，你跟大家讲一下，一个离岛的部分在澎湖的，对，你讲一下给大家听。微电网，现在目前台电比较有兴趣，是因为用了微电网的这套技术，可以让再生能源在离岛那边优先可以大来来，我帮你取代他的那个。他对你的微电网、智慧电网这个什么时候来问你的？什么时候才开始有兴趣？就是今年嘛，今年对。新政府跟。前几年大家都有互动了，但是今年委托计划上一届骂到现在，终于今年来问你们了。那个所长有互动啊，因为我们那天去看了以后，你讲一下，一个在本岛，一个在离岛的，对，花个两分钟讲给大家听一下。我觉得做的不错，真的不错，这要肯定一下，再讲一下，跟他讲一下。所以我之前是很气啊，他明明就已经做的不错，可是台电连来问都不问。微电网基本的想法就是在地的电，在地先用。不要送到大电网里面去，然后再分下来，在地就是那个控制，所以我们叫它微电网，就是小区域的分散式电力就可以先用这样的一个技术，但是它需要的就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些控制系统，它的管理系统，它这个里头要结合了储能系统，结合了再生能源的发电系统，这样子才能够配合你今天太阳能发电高的时候，我就自己储电，平常够我们自己用，不够的时候马上从外电接进来。对啊，这就这样，可以减少大电网。好了，你讲你们成功的两个案例给大家。我们成功的案例，第一个是屏东的林边，林边那个这个也在 APEC 我们也得到银牌奖、金牌奖是夏威夷，他们比我们规模大多了。那是屏东的林边，我们技转的厂家，不是我们亲自去做，我们技转的厂家去做。然后呢，东极屿也是我们技转的厂家在做，帮澎湖县政府。把它那边做成微电整个的微电网，希望再生能源能够超过50%在那个电岛上面。那另外就是乌来的福山国小最近也在做，那在做也是我们技转厂家，这个是台电，因为乌来曾经变成孤岛因为天灾的关系，所以他们希望有一个备援系统，将来这个地方等于是老百姓逃难的时候逃到那个地方去都还有电，有什么可以用那边等于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紧急的那个控制在那边。那我们在跟玉龙也有结合，它因为每一个电动车其实就是一个储能设施，对，所以我们跟玉龙有合作就是怎么样让它那个玉龙它本身那边做一个示范基地它的那个东西可以变成供电给他们的大楼可以用，就是电动车的电池可以供电给大楼用有多余的电的时候，可以去充那个电动车。那台电有没有给你们计转？没有。台电没有，台电是跟我们的厂家去招标，厂家去跟他们做。我简单讲一下我的感慨哦，这个因为核研所因为挂了一个这个核
所以它底下的能源这一块都被忽略掉了。我那天我们几位委员去看的时候，尤其在再生能源、智慧电网、微电网这一块做的真的很成熟、很好，可是被贬抑了它的价值的存在。很可惜，它从风力发电到太阳能发电都走在前段，而且是成熟的技术。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把自己再壮大一下。我觉得他们的地位都已经，它照理的成熟程度不输给国家实验院，不输给工研院，但是问题是它因为挂了一个核能研究所，所以它就很惨。就一直被贬抑，我这是我最大的感触在了。那天看到他们在澎湖、在林边都做得很好哦，我很有感动，但也觉得他们被贬抑很久。对啊，请大家都给他们支持一下。这个部分我们是支持的啦，谢谢，所以你要赶快过去经济部啊。那预算怎么办？我还是得讲一下。昨天还要安排我们去看一下，我们今天都不好意思讲话。啊，我来讲。我是讲，你看我到现在都没讲话。对，我知道。讲能源哦，其实核研所哦，不然就转型嘛，反正要飞核家园了、啊，因为挂一个核。啊、嗯。他就到能源，他就到能源。以后就会变成能源研究。以后到能源部去了啊、哦。飞就前面加一个飞了啊、哦，飞核研所，嗯，啊。好，我现在回来讲预算了哈。这个永续能源技术跟策略发展应用计划啊，这个业务费哦就编了1.6亿了。当然这个是国家型的能源计划，这个计划里头的分配下来的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核研所当然分配了要做几个计划嘛，但是我觉得这几个计划其实就是跟我们传统的核研所的业务其实是怪怪的啊。比如说高驱动电压有机元件之研究，这个应该是工业局的事情嘛，一个载具啊，这个应该工业局的事情嘛。然后电业自由化风险分析跟因应民众电力变负价格与市场调查研究，这个应该是经济部的事情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等于说这样分配下来，我们得去做这个事情。我是坦白讲，我真的觉得怪怪的哈。核研所去做，这个应该都是经济部的能源局跟工业局在做的事情。对，而且随机分配。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业务费里头去做的这个事情，不妥啦，真的不妥。而且这个不妥是因为经济部他们也有相关的计划在进行啊。你这重复啦。好，第二，我觉得我的问题是两个啦，一个核研所的业务执掌去做这个，越俎代庖了啊、哦。第二，重复编列这个计划啊、哦，经济部他们其实也做这个事情了，等于说整个事情交给这些相关的计划交给我们核研所来做，可能要检讨了，哦，所以我在预算里头1.6亿1.6亿的预算我减了240万，等一下再来。请主席再来调整啦，这是我的建议啦，好不好？好，好，好，那终于拿到麦克风哦。对啊，这个资深委员功力果然都非常坚强，而且真的都讲的都大家都是论点很，都是每个委员想知道的。我想今天在预算的这一条里面，其实大家真的就是想要知道的是核研所和经济部的能源局之间的执掌到底有，我们的看到的从书面资料看到的当然都是有重叠，所以是不是叠床架屋，所以是不是有浪费，因此要有减列或者主张冻结的部分嘛。那可是刚刚从甚至是招委说哎，我们去考察看到啊，大家其实在那这个再生能源这块做的相当有成绩。那么其实我相信所长等一下你上一次已经跟我解释过了嘛，所以我们跟能源局的分工是有多所不同，所以我在这边其实是具体的建议啦，是不是能够把你上次或者是等一下要报告的口头报告事项依然是列为书面的，可以让我们每个委员有书面的一份资料，因为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个东西到底进程如何，所以我希望是能够有具体的我们如何要改组的这个计划其程，其实这个我在质询的时候也有讲过方法其程啊等等的哦，或者是甚至困难也许要委员这个在做一些 push 的部分嘛，那我还是希望有一个书面报告以供留存，未来要我们要能够追踪，其实是一个比较方便的状况。那有书面报告，我冻结啦，啊，书面报告来就可以解冻了，大概是这样。哎，委员，哎，李立芬，李委员。不好意思哈，那我的案是2222哈，那。
最主要的部分是在于我们核研所这边有永续能源技术与策略发展应用计划，那其实看到有蛮多的一个研发的一个成果，可是在应用推广这部分好像在我们的网站只看到只有四项。那在这边我特别有看到，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不锈钢效热不锈钢高效热管的废热 回收整合吸收式智能技术，就是这个部分其实看起来是很成熟了。那这个的单章也提到说应该要跟已经有一些公司在应用了，可是接下来应该要继续跟钢铁业跟石化业来合作嘛。那你们预估说如果这样做是可以增加100亿的商机，所以其实真的是好好去推广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技术。所以我这边其实就是冻结100万，然后希望说我们是不是至少我们先从我们国营事业嘛，因为我们有石油有中油有那个中钢，那我们是不是从这边开始来做起，好好的去推广。所以就是说是不是在3个月之内就是给我这样一个报告，然后就可以解冻。好，谢谢。好，来吴委员子阳。刚才大家是都肯定那个核研所在再生能源上面的努力啊，我现在就是再回归到我们的预算本身，好，是不是可以为解释一下这些计划？有8个子计划，什么时候有时候又蹦出这个啊？然后一下又3年，一下又变4年，又5年，又变3年，这些计划之间到底是怎么样合并，怎么样新增的？啊，因为我们这样对不起来，我们这样看要看好几年的，这样看得不飒飒哈，所以我们这样子这样就给下去。虽然我们知道你们很认真，那这样就给下去，我们有点好像有点心里不是很踏实啊。好，好，来公，你决定冻结数值多少？依照预算法的方式编列方式，你们是不是没有依照预算法的方式编列啊？对不对？然后怎么说这个地方没有，然后掉过的时候又有了，然后以后又有没有了，然后到底内容是什么也没想得很详细啊。哦，对，像科技部，像我们前面几个我们全部都冻掉啊，你把它弄清楚再来啊。 OK， 对不对？所以我支持啊，支持这个智阳的。至于数字，你可以讨论了，删多少你自己讲。不，动，我想，不是要删掉一点，要删掉一点。这个要删掉一点。我们把报告写清楚啊，我们把报告写。这个一定要删掉一点。对对对，我至于删多少可以讨论，可是一定要删掉一点。跟委员再报告哈，对。委员非常谢谢各位委员啊，都肯定核研所这个在。对。哎。你现在能不能大致讲一下是什么原因，好不好？这个第一个。这个我们那个经费的那个编列哈，我们原来好比说在因为我们是参加了国家能源国家型计划啊，能源国家型计划它是4年一期，好，现在是第二期是103到107，所以第一期是在4年前啊，就是1901啊，就是98开始1098到102是第一期，那第二期能源国安计划是103到107，那107这个是一个国家型的计划。那在国家型计划里面，各单位就提出你的要做什么项目，然后能源国家型计划它等于就是在委员顾虑的各单位有没有什么重复，能源局做什么，核研所做什么，工业局做什么，那我会写一个报告，我也已经有给了那个苏委员的。以能源局，它大概占整个能源国安计划现在第二期里面占36%，那核研所只有占5%左右，只有占5%的经费。那大家其实在这里面，能源国家型计划就已经在做相关的分工，就是不希望大家重复投资，所以他们能源国安计划的功用，它就是在做政策方向的指导。和分工，所以你这个整个那然后各单位一亿多是，这你现在列的这些2亿多的这个是国能源型国家型计划里面分到核研所里面的，那这个计划里面这个计划里面你又有8项子计划，是不是？对对对对对。那请问你那个整个不是4年一期吗？对对对。那你里面为什么会有好几个？我们叫个会有5年的。跟委员稍微报告一下，当时每一个东西一开始提的时候，个别
这个我们叫分项计划或者是指向工作哈，他提出来的时候有他自己的一个规划。那站在能源国安计划，他是不反对我们每一个有你不同的期程，哦，他整体他总共的这个规划是这样子，他不反对我们个别项目，因为每个计划起来的时间也不一样。因为我现在在做，好比说我原来我在先以所核研所内部的做法，我们有同仁有一个构想，他先来跟我们报告。他这个构想我们觉得值得，我们在所里面尽量用所里面现有的设备让他先去做一些测试评估，评估觉得可行了，我们就会提到能源国安计划去问说能源国安同不同意我们做这个项目。能源国安计划他评估的其他单位都没有跟我们重复了，他就会同意，而且觉得这个有价值可以做，就让我们去试着做。那做的过程里面如果做得好，我们就会让他继续下去，如果做的不如他原来的预期，我们就会把它停掉，把那个钱去做别的项目。这是我们所里面的科技管理 的做法。所以并不是说十年前我同意了一个项目他一定可以做十年，他也许做两年三年我就把他喊卡，你要换方向。这个就是所里面在做科技管理就会做这些事情啊。那有成果能够达到的啊，比如说像刚刚李委员问到说，哎，我们这个热管的计划，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厂家，已经有三件的那个相关的计服计转的案正在那个推动中。那将来这些国营事业，他们如果这些厂家接到以后，厂家才会去帮国营事业去做这些事情。核研所只是一个技术开发者，开发的我们就是要计转给厂家，然后再由厂家去服务 end user。那 end user 也许是中油，也许是中钢，也许是哪一家，那他们要去竞标。就像那个刚刚讲的微电网，我们计转的现在已经有三家跟我们计转相关的这个控制系统管理系统，然后这三家他们去标。所以去竞标的时候，好比说屏东林边有两个厂家竞标，两个厂家都是我们的计转厂家，他们自己去竞标，不是我们核研所去做这件事情。核研所是一个研究单位，我们只是开发的技术交给他们，他们计转由他们去竞标，啊，你能源型国家计划的预算在哪里？就是这两亿多，不是吗？不是，你这两亿多从哪里来？原来我们单位的预算，原来核研所，你是科技部的科发基金里面的能源型国家型计划吗？原子能委员会，然后你们去向他那边申请的吗？不是，是我们单位的预算，单位预算，不是科发基金。是单位的预算，那怎么会摆在你的能源型国家型计划里面呢？就是被能源国家型，它是一个管理计划，它把所有的叫能源局所有的这个能源计划都归它管理。能源型国家型计划是在科技部啊，不，它来管理，并不是所有。对对，然后的钱经费是在科发基金里面啦。报委员，科技部大概是占能源国家型31%。你是国家型能源计划的话，就是在科技部。对，科技部负责总管。对呀、啊。然后所以整个预算就在科发基金里面，只占31%，只占能源国安计划31%。我们有这个资料，我们可以写报告给委员。我可以把这个报告给你。哦不，委员，那您的报告我们跟委员在沟通。我可以把科技部的预算给你看嘛？我们可以跟委员在沟通。对，所以你们这个是能源型国家型计划，大部分是在经济部嘛？对，对不对？所以基本上你们应该是从向那边去申请经费嘛？对不对？是一种竞争型的经费嘛？那个是另外的，那个是另外的。他们有能专计划，我们有去申请，我们有另外去申请。那是另外的。如果是两者不同的东西，你这就不能讲是国家型能源型计划。不，如果是国家型能源计划的话，那就是在那个科技部科发基金里面。那国家型能源计划，还有生医是那个生医国家型生医计划。对，对不对？还有好几，它有好几个计划。那你这个是在那个里面的国家型能源计划，还是另外一个国家型能源计划？不，一个政府里面只有一个能源计划，不可能有两个国家型能源计划。报委员，这个所有的国家型计划啊，它都有几种的经费来源，一个是经济部本身他带的钱，另外是各单位你带的钱，因为国家要求这一类的计划我要纳管。那所以你的计划要被他整个管理。能源国家型计划里面来讲，你这个都不在那个里面，你一毛钱都没有在里面，完全是你自己本身的公务预算。原来是我们的公务预算，我们等于是国家把它纳编，由他来管理，但是经费还是编在我们这里面，编在我们的单位预算里面。能源局也是能源局这样的，工业局都是这样子，包括了交通部。能源局是用能源基金嘛？对，大部分它有能源基金，他们都是国内的一部分。
然后每一个行政单位都有这个公务预算，然后反正研发也放公务预算里面，公务预算里面，对嘛？所以你这个钱还是从那边过来的，还是跟那些毫无关系的。我现在要弄清楚，没有关系，因为如果是跟那边有关系的，因为那笔预算我们还没通过，跟他没有关系。跟他没有，对不对？我们的预算跟他没有。如果那边预算有删减，你这边要不要删减？不，我们跟他没有关系。所以我要了解清楚。我们跟他没有关系，我就是要了解清楚。对对对。如果预算没有关系，你怎么会计划相同？我觉得很奇怪呢。计划被他管理，国家整个在管理这个计划，他只是在管理这个计划，但是要你自己自带便当来做这个事情。我会问科技部，问科技部，没问题，没问题。这个里面有，你照你这样讲的话，如果你这个钱是你讲的不对的话，我在他那边删你这边的预算。哦，没问题，没问题。委员，我们怎么敢骗委员的？好，这个是我接请资阳委员。我想，你刚才讲的是四年了，哈、哦，你刚才讲的四年，那我们回归到你的预算书上面写的，就是第44页到45页这里，这总共有八项的支计划嘛，是啊、哦，是，总经费是16亿多嘛，那是四年期的，可是你是分三年办理，你在上面写分三年办理，啊、哦，105是7亿多，2005年度啊，106。就是现在编的2.5亿哈，以后年度就是剩下就6.3亿哈。我几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变成三年？是三年是你要做什么事？其一就是三年计划，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前面在去年的时候，这个16亿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框好了一个计划，就是16亿？所以我们现在只是这16亿框好以后，那这三年你大概要怎么调配？你们要看你们的进度啊。那这16亿是怎么核定的？是科发金核定啊？这个是哪一个单位啊？他去核定的，还是在立法院我们有已经通过了？啊、哦，是怎么样一个状况？让我们再知道一下。好，是，我们这一幕我们就，减列100万，你们自行调整，然后动2000，然后补书面计划。好，哦，是，啊，很清楚啊，就是把书面资料。对，哦，但是我特别跟所长讲哦，核能所比较像小媳妇，做得好的也不敢讲，然后怕被婆婆念。所以真的是，尤其像你们合一这一块，是你们独步全台湾的，那你又不敢讲。我跟各位同仁报告，你看到合一他们的那个发明，你会觉得很感动。他们合一很努力，但都不敢讲。然后那个赚的钱都上缴，你们应该把自己应该有的身份价值应该呈现出来，好不好？不要像小媳妇。我这是那天看完以后的最大的感受，好不好？好，我们接下来第四幕。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我跟你讲是。感动归感动，预算要讲清楚。是，好，我刚报告写清楚，跟委员报告。有有啊，你这个就16亿，是不是一开始？为什么是一开始？为什么现在又变三年？我们会把它写清楚，写个报告跟委员报告，好不好？那个书面计划、书面报告都要给，好，都要。你说减多少？啊，减100万，3100自行调整，然后动2000，哎，加书面。对，好了，小媳妇，因为你做不好，所以动你2000。来，第四幕，三来了，来24，好，来第四幕，张廖委员啊，你们先说明一下那个。要不要说明？你如果不说明，就照我的简列喽。说明都没说，快说明啊！不是，快讲。对对对，换我吧。他都不讲话。不，我不讲了，委员官呀。今天2700啊。跳那么快的是不是？第四幕了。24到26。24到26啊。25，我没有特别意见。21，我没有特别意见。谢谢委员，谢谢赵烈。那赵烈。OK， 赵烈啊，赵烈，你们合一，我全是合一，好不好？你们自己好，我刚才讲说你们都不敢，这个锦都是锦衣夜行，不敢去讲你们自己做的好的部分。我希望给你一年时间，你好好去看你们自己怎么做，是，不然明年我一定大三，好不好？谢谢 ，OK， 好，谢谢赵烈，来，现在回到前面，好，我们先回到第一幕，一般行政。一般行政，我们一起来处理。来，刚才已经讲过了，没有处理，减50。那我们选一个最多的好了。最多的，苏巧慧委员168万，来。
不不，140万，我们刚刚已经跟委员报告了，同案的是吧？好，那个是哦，我最多啊。那我尊重张亮好了，张亮委员70万的。70万好了。啊，70就好了。减70啦。第几目啊？好。一般行政嘛。我自行调整啦。好。减70。科目自行调整可以吗，所长？好好，好不好？减70。好。168。就第一目一般行政。同案不要讲，同案部分我们就统一处理，那之外我们就370，好，科目自行调整，好不好？好 ，OK， 谢谢 ，OK， 来，然后我们现在在195到198，通案的是整体，整体就刚刚是好不好？照刚刚的数字去处理195到198，好不好？那个哈。设备投资那个我讲一下好不好？好，没问题。这个预算哈，8700万啊，但是底下有非常多是买图书啊，书籍。那我们有四个计划底下都分别编列嘛，但四个计划也都有买书跟买期刊。对。那我很担心这个是重复的，所以说这四个计划底下都买一样的期刊。不会吗？那你说明一下。鲍委员，我们在所里面有一个图书管理委员会，图书管理委员会就是帮我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我们只是把钱编到各计划，但他们要买任何图书都要透过图书管理委员会的审查通过，所以不会有重复的问题。哦，在这边先跟委员报告。那这些如果委员需要这些图书委员的那些详细的名单啊什么的，我们都可以给委员参。哎，我这个。那个所长，哎，所长，我跟着黄委员的那个问题问哦，各位可能不了解，他们里面还有一个图书馆，但是我就要问所长，我就很好奇，你们图书馆的特色是什么？我们图书馆是因为这个以前在河南的图书最大宗的全部在河研所。好，我就是要跟你讲，你一定要走出自己的特色，然后你要加入整个大桃园的图书馆的那个有我们的大图书馆计划，我们的图书都有跟全台湾都有馆际合作，都有参与馆际。你不要乱买别的书，好不好？不会哦，我们经费实在很有限，我们也买不起。对，你要成为一个专业的核能的合一的图书馆，好不好？对。现在是再生能源什么的，这些我们也是在那边是最大宗的。你都没有讲，所以我们想删也。对啦，所以刚刚陈昭伟的意思是说，我也赞同哦。我们的图书馆第一个要有专业，第二个要有特色，而且可以甚至是全台唯一专业特色的一个图书馆。那不能因为只有学术之所用，应该全民之所用，所以应该要加入全台的这种各大图书馆的一个系统。我们有加入，对，有加入，都有加入，都有加入。对，好不好？你们图书馆是小媳妇都不敢讲。真的都没有特色，真的，你一定要让大家感觉到你们的特色。全台湾的核能的技术报告最完整的就在我，好不好？我下次再专门去看你的图书馆，好不好？好了，好了，好就照例，好不好？好，195到198就照例，照我们刚刚的那个数字处理哈。现在我们主决议，来第一个李立芬委员的，有没有意见？何先生有没有意见？没有，我们遵照办理。好。228何新存委员的主决有没有意见？我们提出照报照委员的要求提报告。好，提报告。229何新存委员的主决、我们照委员的意见提来。志扬有什么意见？志扬来，麦克风给一下好吗？处理完快了吧？哎，因为感觉上好像这个会期好像再也看不到主委的感觉了，所以。还会有哈，所以我要趁这个机会了哈。虽然速度太快了，我们预计11点了。虽然这个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但我想问一下，这应该是在原能会里面的哈，这个也是旧闻啊。那我基于我是桃园县民啊，我要注意一下这个事情，我帮忙问啊。我们就是这个之前也是何新存问的啦。就是在103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在讲说，我们在1980年代的时候，为了要发展能源产业，有在跟美国进口这个六氟化铀，好，那后来因为政策改变了，好像剩很多，好，那这个东西摆在我们台湾也是麻烦。
好，所以好像马所长那时候就说已经在跟美国讲好要运出去了，而且会编预算，所以我现在要追一下这件事情现在怎么样了，这个东西是不是还在核研所里面，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处理，现在川普上来了，他的能源政策又很奇怪啊，我们还有没有机会把它运出去，这个讲清楚。 OK， 好，跟委员报告，六幅化油带委员很关切，那刚刚委员也讲到了那个前因啊，那我现在讲说我们现在处理的情形，因为美国的 DOS 就是国务院其实是非常支持我们啊，愿意帮我们协助跟他们的 DOE 能源部谈，他们的底下有实验有工厂，希望我们能够运过去，可是他们的美国的另外的其他的行政部门认为说这个不符合他们那个工厂设置的目的，他们认为我们这个是纯粹把它归类成商务活动，所以后来经过了几经转折啊，现在我们是在跟一个商务的公司在谈，那商务的公司到底是运到美国还是运到英国，现在都还在谈判中，还在谈判中。那这里头谈判最主要大致上面就是一些小的技术细节，因为那东西在台湾待了非常多年，他们也要验证说你在运输的安全啊等等，这种东西要经过合格的运输的容器哦，这个都原则上大概都不会有太大问题。比较多的问题现在还是在商务谈判，就是经费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钱目前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继续保留，而且这钱不够的，明年还要主计总处哈是有给我们讲说，如果这个一旦国际谈判成功，他们会支持我们用第二预备金来争取后面的不够的差额。那现在还在谈判中，国际谈判中。你的钱编好了没有？然后现在好像在原能会那边，不在核研所。在我们这里。那个钱是编在我们的预算里面。好，那今年没有看到，你今年的预算就是找不到这一项。那个项目现在就是因为还没有谈判，我们现在就要谈判成功了，那个经费我们才能够跟去第二预备金去争取下来，所以那个现在来得及吗？在会计处理上来得及吗？那个因为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料账是要受国际原子能总署管，可是国际原子能总署又不管我们，他是管美国，由美国来的这个比较复杂，所以我们还要通过美国的同意，所以那个在一般的行政程序上，快则一年，慢两年。我在说我们的会计处理上，你怎么配合这样子不定期的？哦，不，如果是合约签订的，那他会让我们保留，可以保留，办理保留，对对对。然后不够的地方动用行政预备金，第二预备金，好。好，这个我们特别关心哈，这个继续帮核心存委员在追这个了啊，好。没有跟桃园的委员讲哈。下次要记得。另外跟所长讲，我们那天考察完以后，我们有当场跟你讲的，但是也跟所有同仁也一起报告一下，因为我们那天去看他有四台机器做核灾食品检测的，但是他现在人员已经到饱和，设备到饱和，所以如果行政院或是这个卫福部要求你加重你的工作，你一定要跟他提出经费申请，他一台才350万。经费申请还有刚刚我经费申请好不好？哦。台湾其他的认证实验室能不能有能力做你们？我们可以辅导，好不好？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放在心里面，好不好？别的实验室有意愿，我们可以辅导。不要黑细苗走，一定要认真做，好不好？好，跟各位报告今天的审查结果，免予宣读，授权议事人员整理作为决议列入记录。关于今天会议做如下决议：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及所属单位预算案全部审查完毕。对于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两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当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报委员会，我们今天议程处理完毕，现在休息，谢谢各位。明天下午2点半开始审那个教育部的预算，好不好？跟大家报告。上午是那个原住民的那个教育预算的询答，好不好 ？OK， 好，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谢委员，那个高级民主教育政策。